我们要画迷宫了。嗯，迷宫探险游戏书，这个是星球迷航，而且好复杂哦。随便翻一个看。哇，色彩太鲜艳，而且这是立体的墙。Oh my god！ 这我眼睛已经垮膛了。像这样宇宙星球的，然后还有一些看外星人、机器人。这男男生比较喜欢，因为都是跟外太空有关的内容。对啊，那我们来玩看这个好不好？这个火星吗？这花心下面。对啊，要先通过火星才能回到地球上。嗯，所以我们要先从这边过去喽。出发。哦。哇，要绕一大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陨石像火箭一样，一直在攻击着那个太空船。要穿过这一大堆的陨石圈才能回到地球上。哇，都已经绕了大半圈了，现在还有一半的路要走。哎，出来了！已经快到了。噔噔，出来了！完成，太棒了，回到地球。它这迷宫真的很有趣，每一个设计的非常的复杂，不是那么容易就出来的呢，吼。对啊。有的我还真的是看到眼睛都脱汤了。所以对小朋友来讲应该有点难度，所以他一起玩可以，爸妈陪小朋友一起玩哦。我认为他们应该会觉得很有挑战性，还有成就感。一人走一条，看谁先到终点。这一本书是来《星球迷航》的迷宫探险游戏书。